是谁呢？我是凯莉。今天凯莉要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，喳喳，公主太阳魔法礼盒。那现在跟着凯莉一起玩吧。我们看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呢？人物卡片加上功能卡共八张，魔法卡套一个，一个公主皇冠，一条宝石项链，一个彩丽人偶，彩丽的升级魔法裙，一支魔法笔，最后还有一个魔法绘本在这个箱子里面。朋友们，今天看到凯莉的不一样了吗？凯莉戴上了这个王冠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美吗？那今天呢，凯莉是为了配合我们的彩铃公主。那彩铃公主呢，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变身的状态，所以利用这个卡片，然后让她完成变身。首先呢，这边彩铃她穿的衣服呢是初级变身的衣服，大家可以看到她的衣服还没有这么华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她第二次变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再次升级变身的衣服的话，就看上去特别特别的华丽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呢，是四种不同的技能卡。第一张呢是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二张是火，第三张呢是电，最后一张是光。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四张卡切换不同的模式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魔法笔，将魔法笔放在我们这个宝石魔盒上面，就会发出这个声音。我们把它安上去，哦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帮彩丽完成第一次变身吧。将初次变身卡呢拿出来，然后选一张技能卡，我们选火怎么样？然后把这些卡片并在一起，对好了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将卡片放入我们的卡槽当中，像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将它放入魔法绘本里面了，就会有一声这个声音。接下来，拉能量，卡来换彩丽银，小魔仙变身，小魔仙变身喽。风的声音。接下来呢，神奇的一点就会发生，我们将这个魔法笔抽出来，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，我们将红色按钮按下去，这边呢这支笔就会闪闪发光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按一下这边看一下会发生什么。太阳魔法，闪耀，火之攻击。好了，那我们将卡片抽出来，这样子的呢，我们就完成初次变身的火攻击。那第二个功能牌呢，凯莉选择风，我们将风放在这个里面，再次插入到绘本当中。我们快速的跳过，巴啦啦能，继续按一下，闪耀，风之攻击。好了，那我们完成了第二次风之攻击。第三个呢，我们选择电，然后我们将电呢同样的插入到这个卡槽当中，插好了以后，继续的开始，
看一下这次会不会是电呢？巴啦啦能量，巴啦啦能量魔法，七色闪耀，七色闪耀，电池攻击，电池攻击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完成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张卡片抽出来，将我们的电拿出去，换上我们的光。还有朋友们，当你们在插这个卡片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要完全的对准，不然的话可能会没有反应，因为凯莉已经试过好几次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插进去看一下咯。巴啦啦能量海洋魔法，七色闪耀，光之攻击，光之攻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初级变身的所有的任务。好了，那这边呢就是彩丽升级版的卡片，我们也是一样的插在这个卡槽当中。最后我们要选取一个，随便选取一个功能卡吧，这个是电，我们将电的功能卡插上去。最后呢，一样的，我们放入这个魔法绘本当中，再按一下，巴啦啦能量海洋幻彩，七色闪耀，七色闪电攻击，所以跟之前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凯莉已经帮彩丽完成了两次变身，所以这个先放到一边。那我们的彩丽呢，现在还是原本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帮她升级变身的话，这边就是她的裙子，像这样，哎呦，对不起彩丽，像这样给她打开来了以后，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彩丽的衣服呢还是初级的状态，所以我们要帮她完成变身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将她的这个裙子给拆掉，换上我们的升级版，像这样，身后呢也是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，凯莉已经将她的裙子换上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将她的翅膀给她装上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凹槽处，像这样。装上了以后，彩莉的变身就已经完成啦。凯莉，凯莉，哦，怎么了？嗯，我们去拯救世界吧。哦，拯救世界？是呀，嗯，我先去拯救世界了，你呢，跟着我走好吗？嗯，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彩莉，你这个魔法绘本都没有带，你怎么拯救世界啊？等等我。今天凯莉带大家玩了公主太阳魔法礼盒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好玩吗？还有我们的彩莉好看吗？那下一次凯莉会带着更多好玩的玩具回来，拜拜。